现在小客找对象只要求三点，第一要看身高，必须160以上，因为小客的身高是1.78米，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出去逛街，朋友看着或者是别人看着，然后也比较般配。二，看性格，必须爱说爱笑，因为咱家是做生意的，笑口常开才会和气生财，因为我感觉爱笑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。三，看酒量，小客未来的女朋友坚决不能抽烟，但是必须能喝点小酒，因为小客不抽烟也不喝酒，以后逢年过节回家陪老爸喝酒的事就交给你了。小客能接受比我大的，年龄无所谓，只要两人能过好未来的生活就好了。你好 Jennifer。 你好小伙，刚才我看你短片说 你找对象必须得会喝酒，咋回事呢？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跟着老爸帮忙在一起吃饭，反正就累一年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爸能喝点酒，过年都喜欢调节点气氛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是不能喝，就一说实话也就是一瓶就是搞定了。然后就是说那女孩只说她能喝一瓶，能喝半瓶酒也行，但是她绝对不能说滴酒不沾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想跟老爸就是过年大家伙在一起，哪怕就喝半瓶酒，喝一杯咱们也有这种气氛，家里人这种。为什么说一定就是说就很在乎爸爸的感受，又回家要陪爸爸喝酒啊？然后呢说那个你看总觉得陪爸爸喝酒，他这一点好像专门是为爸爸而提的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感觉替爸爸考虑好周全的。对，就是在我干那个店的时候，其实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吧，王哥，真的犹豫一段时间，因为毕竟老爸说实话吧，那个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给你拿出来干事业了，挣点钱都不容易。我说你这把家里的钱都给我了，完了之后一旦有点风险，我说我还有个弟，我说你们的身体年龄一点点也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完事之后，在我就是刚回沈阳头一天晚上，我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爸就说：“儿子，你干，你放心，买卖肯定是有风险的，爸是你的后盾，赔了无所谓，只要咱们有这个想法在，你就不怕有那，你就没有什么后悔。只要你去努力了，然后你就没有什么后悔的，你赔了也无所谓，爸是你的后盾，咱们的钱赔了，咱再挣，你怕啥的？就是那一句话，就是。”看着爸爸的那种付出，就是我爸平常在家，王哥就是农村嘛，然后受粮嘛，受粮是那个粮那个袋子都是100斤一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大挂的那种车是3万斤一车，然后都是扛着带着我大着跳板往上面上。我回家的时候我上不去，真上不去，100斤一袋那个粮，你要你扛是肯定能扛走，我尝试过，我扛着平道。任何一个小伙子都能给扛走，我咬着牙能扛走。但是你当着你自己是撇度的时候，然后你上着那个跳板，你根本就上不去。但是我爸就是刚开始是雇着人，就是雇几个那个人往上扛，然后给他们一天多少钱，为了减少一份那个人，我爸自己也跟着扛。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脱衣服的时候，就那个肩的时候全都是紫的。其实你们感觉我非常阳光，就是非常乐观，什么事都没有内涵那种感觉。但是在我为什么能这么努力，我就真的就是想，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我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但是小哥肯定会一点一步一步的去努力。就打动不了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。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了爸爸妈妈为你做的这些，并且你知道感恩，你知道你现在你要好好的把你这摊事儿做好了，然后回馈让爸爸妈妈过得更好。很多人就是他们看不到爸爸妈妈在为自己做那些事情，他们都觉得习以为常了，并且就这样享受着。但是你看到了，可能爸爸妈妈听你在电视机前听到你说这些的东西，说这些感受和这些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会觉得特别欣慰，值得，为了儿子一切都值得。看到台上是
八号、九号两个姑娘的灯亮着，我要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。八号龙岩，没问题。九号俊玲，没意见。掌声有请八号龙岩、九号俊玲，有请。趁着一桌人没出来的时候，先问问他们两个为什么亮那个喜欢小霍什么吧哈。来，先说一下龙岩。龙岩好像从打你上场到现在，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个小伙子留过灯。嗯，对，我从来没留过灯，因为呢，我就觉得对一个人的感觉非常的重要。我这个人是非常注重感觉的。嗯，当小霍一上场的时候。就是那一瞬间我就有一种怦然心动，然后心脏心跳漏了两拍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嗯，就是他。来，俊玲，他讲他父母的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感觉他这个人就是孝心挺好的，他能现在这么孝敬他的父母，他以后也能够一样的孝敬我的父母。然后再有就是他自己开的这个小火锅这个店都是一个人在忙活，我感觉他自己就是小伙真的挺有正事的，也踏实肯干认干，挺好的。好，先听了一下两个姑娘对你的看法啊，接下来我要问你，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要不要把他请出来？别听下面瞎哄哄啊，他们是想看，所以让你请下来，你自己听你自己。我今天是来找媳妇的，我感觉一个就够了，我也不请了。好，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。我就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我也是刚干店儿，也就不到半年，然后暂时在沈阳没有房子，然后我在店里住，先暂时。我不是没有那个想法以后买房子，我现在在努力，就是为了以后能有一个很稳定的家。我就想问你们，就是不是愿不愿意跟我，不管以后我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，就即使我这次失败了，你们也愿意跟我一起去努力，一起去打拼。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这种状况，非常现实的状况。先问一下九号，房子的这个问题，我现在是没有太多的要求，只要就是说我们以后有共同的努力，以后有这个目标就可以。好。嗯，其实我也是，因为虽然说我妈的三个要求吧，你可以跟小伙说一下你妈的三个要求。我妈的三个要求，第一个是身高要180以上，第二个要有一个没有贷款的房子，第三个要了解国学。虽然我觉得我妈这三个要求你，嗯，没有一个站的，但是呢，我相中了，我只能说，你赢，我陪你君临天下；你输，我陪你东山再起。燕子姐，我想再说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我想确定好，因为我应该是比小何大，我88年的，不知道你多大？我91的，你应该是29，对吧？我88年的。就是我感觉就是年龄啊，就是说，年龄这方面，加入我要求身高，比如说就他159，然后两个人就想法就想一块堆了，就那就是我也不会说。就因为不行的，最主要是看两个人的想法。我感觉未来是两个人其实走的，因为以后的路还长。今年不管是说怎么在这相识，都是一个相识见面的机会。好，年龄那都不是问题。俊玲很坦诚，他一定要先说一下他这个年龄，这样的话不至于牵手之后说啊年龄不对呀，或者年龄你会觉得挺惊讶的，这都是很坦诚的，都是沈阳的姑娘，而且他们刚才的表态都很坦诚。接下来你要做出你的选择了。5秒钟倒数计时，时间到了之后呢，你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，来，5秒钟倒数计时，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。9号。9号。
会找到更好的属于你的那份幸福。我祝福我姐姐。没事，彩城戏园咱们这边都挺近的，我有朋友一会儿给你介绍。嗯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冷言，谢谢，谢谢。怎么了，俊玲？能告诉我吗？我之前处对象应该是2012年年初的时候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就感觉我一直想找一个。就是真正懂我了解就是我的那个他吧，我真的挺相信就是全程热恋这个舞台，我也真的在全程热恋这个舞台上找到了属于我的那个他，真的今天也挺激动的。越来越让我感叹了，燕子有没有想过什么叫缘分？缘分就像他们俩一样，他在于洪，他在皇姑，然后你们两个在今天此时此刻跑到长春，利用我们的舞台相识牵手，这就是一段缘分。来，掌声送给他们，祝你们幸福。